突然一年四季都有丰富的法通，但年二十五分的时间，佢都淋淋的路边花，同时合全家睇戏，向下落去老了欣赏。将鲁冰花的种子撒在我们充满着营养的大地之上。欢迎大家买来桃园客家种，种下来了。哦，你看鲁冰花当年呢，你上面会开花，伊本身会一种肥料，吼，会按照茶树个上头光好光强。好，就像安德妈妈为安德家庭医生奉献哟，所以安德客家人就肯做起，系安德为客家的妈妈吧，年轻化安养人。就像鲁本发为土地嘅奉献，地头岩师没有懂懂人，为到客家文化嘅传承来打拼。将一下土岩师叛逆嘅幼儿园客家沉浸式教学。同行业宣传视频圈也到东道行业教学发通，就是为了儿童客家文化传播下一代。桃园当年举办巩固比赛，鼓励老人家、中小学同幼儿园学生讲行业，有效来推动本土语言同传承。文化是经过长时间的累积，将会形成一个特色。像是客家文化中的田产业，相传就是头辈五毛连杀补田，本人间免受灾苦。后来因为大家感染五毛娘的天数，就以为田产业。客家人非常重视田产业，也一年客家人不是做事，还过做得创成果。为到要庆祝客家安特别的闹田产习俗。桃园当年都会举办客家日，有更多人来参加。今年就举办了闯关牵行的活动。当年的上一班，又咪就会举办马祖肥人妖精，还有年少万飞的闹热活动，有更多人会来参加。另外，客家习俗地步的娘古董、接财神，就会本民众做各种的打扮。啲街路巷游行，还有古坟里同杨梁、布马村嘅法通。五月份嘅桃园客家同化节，除咗有几啊条强力行路线本大家来送花，还有同化花图比赛同摄影比赛，将大家同同化嘅建设记录下来。除咗大家熟悉嘅同化。我哋要开发的同道中新客家的意象，展现桃园客家之美。五月节的龙潭太比堂办的龙潭归乡文化节，有同精彩的表演。秋季的龙船比赛，展现桃园的后生活力，还有神奇的宝冲的比赛，同精彩的花火音乐会，带本民众丰富的体验。鲁班。有很多考生，后人尊称其是工商祖师。谈讲其对建筑、木工一条行业有重大的贡献。韩国其方面的重大的贡献，像是鲁班尺、灭掉同砸的一条。当年龙一代的龙年宫举办的考生贤士圣诞庆典，就是祭祀考生贤士的庆典法通。也对客家文化的传承有重特别的意义。除了传统的法通，我们要顺应地方发展的特色产业来举办相关的法通，比如说观音的莲花观。新一代的仑平文化体验园区举办太原狮子向下普通的浅色泡面醋法通，同武汉人向下铜锣经来见面，有翕相打卡和做的文章品。开客文化艺术馆连续几年都有入选做客庄生意太节庆，桃园海顺的客家庄是在全国都难得看到的海洋客家文化。冬天客庄的居民因为花海，就发展出浓郁咸足的生活形态，其中兼顾客家系百年传统的庄园文化。
坚固不但将展现出先民诉梦想处同全力合作的精神，同时还分享作多人的展现团结共同付出福利的美好精神。故事 TPD 开学休闲农业期期盼体验发通，秋黑二本太家每周的感受同参加到一份美好，叫一本会盼同闹热的客家文化节。一讲团圆宴喺啲幸福嘅颁奖公堂面前盼坐，有100种族嘅规模，用澎湃嘅客家菜来庆丰收，每展现嘅全家团圆嘅美好时光。另外，还有同剧团合作嘅客家戏巡演，客家嘅传承包含嘅语言同文化。音乐创作的同时顾到两种的特色，每强化的客家音乐传承的重要性。客家音乐除了传统和流行的歌唱比赛以外，每看得到歌手的表演还有艺文巡演，本彩天几面就得选送到动静彩的剧团表演。今年客家美食料理比赛是用做的做主题，本行卡多的市民了解客家美食的丰富性和特别性，来推动客家美食的好美食。因为台北生活环境较艰苦，客家人就会用养生的方式来保存较为快捷的食材，像是客家人特别的咸菜料理。十月的咸菜节在平镇泰饭店进行，表现出客家人爱护食物、秋天食材的传统智慧。讲到爱护食物，客家文化中有一个送生节的仪式，老文师看作生节。送生节仪式就是用隆重的方式，同游侠文师的字送走，代表正式字尊重文师的精神。客家自食学宴，本民众学习彩天客家文化，每认真新出面带来的各地客家文化，本民众透过课程实作体验多年的文化内涵，感受客庄之美。客庄上演的地方不但像是传统，我们还透过博览会、比赛、体育活动一条方式，本民众体验创新的文化内涵。阿弟阿妹是客家四舞曲的吉祥物，客家四舞曲当年都会举办众多和客家文化相关的活动，向新年的同乌卡人乡下来参加。十月底的万圣节活动，参加的民众都得利用客家从广告游戏认识客家文化。桃园主要拜神界爷的宫庙是全国最多，当年邱大的生日班随官上期间用轮船判例的方式在桃园举办神界爷文化节。神界爷是河洛同客家的共同信仰，分别代表田、天、水的主宰，展现先民对自然环境的敬重，韩国透过信仰来推广彩天的历史文化。希望来到桃园，天秋爱来参加一条剪彩的活动，桃园客家动神清。